铁烧上先铺上一层面糊，再放上大把韭菜末跟好几颗大大的蚵仔，最后铺完面糊放入油锅炸至金黄，香喷喷的蚵仔出炉，业者的手停不下来。我们做到手软了。彰化县庆祝建县300年，举办彰化小吃好时光活动，现场摆了许多当地特色的小吃，包含了全控肉饭、阿珍肉包，还有王公蚵仔、鹿港素猪玉丸，集合在地美食以及排队名店都到场，就是要让民众大饱口福。 彰化小吃还没有名呢，哎，这个小吃也，你自己吃到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有名的小吃，除了想要来试试看。没有吃过，啊，今年第一次尝试，过来看看。哪一样你最喜欢？每一样都有感觉，哎，都不错。吃啊吃啊，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小吃。这次的美食活动，县府也特别推出两款不同的组合套餐，以200元的优惠价格，民众就可以吃到原价超过300元的6种小吃。 这次有为大家准备了ABC餐，不用更加排队，那在这边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看表演、看展览，来这边吃小吃哦。为期2天的活动，民众吃的相当满足，总共6个场次，2000份套餐，网络报名一开放10分钟，名额全满，许多民众抢不到都说好可惜，敲碗县府明年一定要再办一次。华视新闻余祖宇、萧月、谢忠义、彰化报道。 Hello，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